子古代称为帝王子，相传当时的帝王们非常热衷于天文学，也就是星宿。古代以子为贵，是天帝居住的地方，又叫子宫或子府，因此紫色翡翠也有权势贵气之意。翡翠自传入我国，便一直占据着饰品里最重要的地位。翡翠的美无需多言，而紫翡也因形成条件的苛刻而独具收藏价值。紫色翡翠由于形成困难，产量稀少，珍惜无比。颜色浓郁、种水好的紫色翡翠更是万中无一，堪称瑰宝。紫罗兰翡翠长若烟霞，贵气袭人，它的色彩如女子的脸庞娇艳，脉脉含情，有着如诗般的少女情怀，格外浪漫。这件高品级的紫罗兰翡翠存世量比绿色翡翠还要少得多，未来升值空间不可限量。